就是平处的人，他可能很烦恼啊，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啊。那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，其实有钱人他们也有烦恼，他们可能有要继承家业。现在很多富二代啊，不是都不喜欢接自己的家里的公司也好，还是店，像墨雪的一个在公司的一个组长，那他老家在台东，他家在台东啦、啊，然后他们爸爸妈妈是开很有名的那个草，就是海鲜店、海产店，然后电视有去采访，那生活这样应该赚很多啊，可是他就是没有很想，因为太累了，然后他就是千里迢迢的跑来台南跟他老婆定住。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，并不是局限在有钱人和贫穷人的烦恼，不仅限在有钱人和贫穷，对，那万般皆是命。所以或许刚刚讲的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张考试卷。我们从小成绩考试要考好，上国中考试嘛。那求学阶段结束之后，你可能以为不用写考试卷了，可是你在工作上，像或许这一两年开始在工作，那其实或许觉得，在公司里面也是有蛮多考卷要写的，或许比喻成考卷，就是你还是会遇到很多，不管是主管啊、同事之间啊，然后甚至到我或许我们现在在工厂学习。有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考试卷，可能说我们想要把这个班会办更好，然后会跟同学之间有摩擦。对，那《论语》有讲到说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然后在卧下，可能不堪其忧，我也不其乐。那这是孔子他在阐述颜回。那颜回他虽然就是他的处境就是家里没有很大，没有很好，没有很好，那吃的用的就是很糟糕啦。比较像针对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像是低收入那一种感觉。然后可是他也看他没有在烦恼，反而是他的精神，他的精神状态，他的生活非常的饱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乐得知道。那接下来，如果或者讲一下课文，如果古有人回我伴我，不与他争辩，久则自消。有人怒我骂我，总不听他，由他让他，不回避他。那。或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本书啊，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。那这本书呢叫《零极限》哦，那它或许让蛮有趣的。那它的作者是一个修朗博士哦。那其实或许当初接收到这本书的时候啊，里面让或许非常惊讶的是，他在医院里面，任职。那他主要是。医疗一些病人啊，精神病的病人，然后有的是罪犯，那或许心想说就没什么了不起，就很平常啊。你当医生本来是要医人啊，可是或许发现他医人的方式很特别，他在医疗，他在治疗别人是不用像或许现在跟大家一样面对面，他治疗好这些人，他没有跟他面对面过，他只是看着他的。病例啊，就看看这个人的病例，然后他使用的是，他书本是这样写，他的这个治疗方法叫和欧波罗波罗治疗，那他是通过这个方法去治疗他的。那如果有兴趣的前线啊，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吧。我记得后学记得国行这边好像有几本。那他是通，他只要他治疗就只有四句话，不停的重复，就是透过讲对不起、
请原谅我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这四句话而已，就这四句。那我们可以先来一起跟后面一起念一次，一二三。对不起，原谅我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那我也觉得这很酷的地方是说，他里面有讲到说，他把这些外在啊，别人骂我啊，跟别人起冲突，所有产生出来的问题啊，都回归自己，回归自己啊，跟自己有关系啊，别人会这样子都跟自己有关系。那他就像大家应该都有做过梦吧？有吗？有人做过梦，或者是以前，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做梦，或者在梦中梦境里面啊，会想说自己可能是超人啊，就可能会在天上飞，然后或者是可能开着很好的车子，然后很有钱。那回归于这些梦境里面啊，所创造的事情啊，是别人帮你制造这个梦境的吗？不是哦，这所有的梦在梦境里面啊，所产生出来的、啊，其实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。你想要我今天做梦，然后我想要自己变得